果可以再来一次，也许我就不会那样做。4-1，小渣男。哦，我爸都说别人就在说自己，大屁孩。你这么有本事渣，你怎么不弄一个给我渣渣看呢？你，好，我来帮你。鬼啊！哎，你在干嘛啊？哎，是保鲜钢吗？哎，不是，你是瞎子，你拿着镜子这样照来照去不破印，你在干嘛、啊？哎呦，身为一个职业网美啊，就算当虾妹，也要当一个职业的虾妹。职业好神拖吧，你那个头发。保鲜钢有破译之前，帮我先跟破译机拍照，我要打卡。打卡，我打卡。拍照拍照，哎，我来帮你拍照。它要从下面往上这样子，哎、欸，好大，给你吃。这碎金角度，鼻孔撑大。你们这是11:45，准备受训大法。哎、欸，你们是来办正事还是来玩的、啊？哦，破译破译。啊，刚刚导演不是叫你干嘛？破译。哦。这个。这个家乡打。你干嘛啦？干嘛生小马？哎呀，破！已经连着破译破译。你干嘛生小马？无聊，来。哎哎，快跑！你怎么？卡住了。哎、欸，那我嘞？哎、欸，嘿嘿嘿，咦哈，宝海棒哦！哦，天哥，我接手了，拜拜！伟哥，快走，跟我走。可是我是另外一团的。没关系，我有一个混乱也离开、啊，不然我代替他好了。啊，这样我们签约金是6000哦。啊，这么贵啊？那我会骗你啊？算了算了，快快快！两位，哎、欸，哎、欸，在赶什么？领便当吗？啊！去旁边，交给我。大白天的戴着眼罩，还是看我？假娃娃了不起了。糟糕了，撑不住。啊，救我！嘿哈！没义气。什么意思？我到现在还在回味呢。那你不是要骗我吗？骗我啊！那你过来。不要啊！不就只会开直播玩第五人格，还每天晚上9点小破我的内裤。雨琦，谢谢你救了我。哎呦，哎，你
怎么穿成这样啊？怎么样，漂亮吧？我们一定要在这边讨论这个吗？是不见得啦。跑，阿鹏！哇，泽泽你好爽啊！坐在这边就可以领通告费了。我们移动到这里，应该就没问题了吧？我说你这个大胖子啊，这平常叫你减肥不减肥，现在喘得这样。巧啊！草爷，啊！哎呦！有跑题的贱人，我刚还咒你哎！大胖，雨熙，会躲内的干爹在这里，你还不跟我去矿王营？这是哪首歌？还蛮好听的。怎么观众绑手脚的啦？再讲话就把你的更改。绑不够紧，可不可以再绑紧一点，比较刺激啊？过一体台了，应该还剩最后一台。我跟你讲，就算我们四个人都逃跑，顶多平局而已。不对啊，我们现在三个人被抓，还有一个玩家在哪里啊？会不会是宕机啊？啊，有一个好主意，我们一部分人去救人，一部分人去破译，就这样。大爷啊！啊，大爷啊！本堂你干嘛啦？我不是本堂，我是九哥。我跟你讲，你在讲第一集的台词，揍你！古拉，处理一下。你想干嘛？到哪里都看得到你，皇室兄弟在哪里，你就在哪里。难怪蹭流量之王。九哥他喜欢啊，这个过气的网红。关你屁事啊！可是我是领他们通告费。下戏之后我给你两倍。啊！真的能动吗？田径队是不是在废墟运动？神经病！早说过这个游戏不适合你，回去吃你的鸡毛仔吧！哦哦，全军覆没！游戏。
我喜欢主动，不喜欢被动。别让你还是行的，走。等等，白银河。都是你坏了我的好事，回去当你的神猪吧。哎，你看，这是宝扣带，把那空拉子啊，好吗？你胎真的很烂。